喽，姐妹们，今天来吃一期汉堡炸鸡，开始吧。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来吃一些炸串，开始吧。国家局拉丝制止热，通过放久要脱拉丝。凭着吃货的专业精神，我在空气炸锅加热到可以拉丝，结果我的吃货不是很好，一头下去没制止，只剩热狗肠了，还加热。给了我评论，如果我评论了你，你就不会被追究，还差几分，你就不会被打，你们都关注一下我呢，不肯定。